人到中年，渴望一辈子的爱情。就说咱俩谈恋爱那会儿，奔着一辈子去的，却遇离婚风波。他今天跟我说要跟我离婚。青春期遇到更年期，一辈子还是一阵子，过不了一辈子的也叫爱情。你能爱他一辈子吗？你能爱你老婆一辈子吗？滚！我喜欢他，他喜欢我。你们想怎么样啊？你别叫我爸！你说，你愿意被娶我？十一月七号起，每天19:30，嘿，孩子，关于声音的梦想。中国蓝剧场由珀莱雅年轻就要新补水独家冠名。